这小白点哈、哦，嘿嘿嘿，粉白点，嘿的耶，好啊，试试。肚鱼啊，连大肚你吃啊！好山好水，好不无聊啊！有了，不过鱼比上次小条了些。换位置看看，这边有障碍物，应该不错。哇！哇哇哇哇！哦，又一条了。不过体型还是偏小。今天水温比较低，小条的比较多。哦，小珍珠石斑。又有了，有一只红魔鬼。哦，这一尾有力哦。哦，体型看起来不错。咦，后面有东西在产生。珍珠石斑，现在是用白虫在钓，要晃一下。来了，红魔鬼。讯号没中，再补一点诱饵吧。哦，红魔鬼啊！鱼开始聚集了，所以拉鱼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。继续，再有一些，我来的都小条的，要再养一段时间，才会比较有肉。奇怪，后面一直有声音。哦，比较大一点的，改钩大肚鱼看看咯。大肚鱼其实不太好钩，尾巴很软，
试试看喽。哦哦，有熏了，有熏了！哦，红魔鬼，红魔鬼来咬大肚鱼。赞的哦，继续用大肚鱼测试。以为是大肚鱼钓，再用大肚鱼测试。哇，脱落重钩，很容易钓啊。稍微晃一下。哦，有了！哦，珍珠石斑，大肚，再用看看吧，感觉还不错。再用一些油。红魔鬼跟珍珠石斑都会吃啊，但我觉得效果还是没有虾子那么好。哦，这一尾也是珍珠石斑，哦，中了！哇哇哇哇！绊到人家线，哦，完蛋完蛋，哦，还好，解开，哦，这一尾有力哦，比较大一点呢，珍珠石斑呢，有什么大肚？哦，这一尾吃虫的，抓要小心抓。哦，又中了。哦，这一尾珍珠石斑好黑哦，晒黑的哦，奇怪，后面有声音。手机接起来啊，被挂掉了，然后又中鱼了，真是麻烦。喂？哎，不用，谢谢。又是什么叉叉银行打来的？哦，这个位置鱼很凶哦。哦，里面的水其实下面水还蛮深的，不过鱼有聚集，还不错。哦，哎，又一尾啊，红魔鬼。再来。哦哦，中了！这一尾也真有力气哦，珍珠石斑呐、啊！哦，这一尾体型不错，体型还不错了，再来！哦。有力有力有力！还好底下障碍物不多。又是一尾珍珠石斑，这一尾体型也不错。
赞的哦。不过站在这边还是要小心一点，会滑下去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有一点吧。哦吼，水深呐、啊，所以鱼看起来比较有拉力。持续用，那就持续拉了。这一位压力十足，比较大一点的好木瓜。再来，哇哇哇哇哇，又是红魔鬼啊。再来，又重又重又重，是红魔鬼。再来一次，哇哇哇哇，中了中了中了，红魔鬼。哦，又中了。一点的，啊，我来线组换掉，换别的线组了，随时要准备备份，不然又在绑着浪费时间。一样是木印掉的，后来知道后面的声音原来是一对情侣。哦，先掉，中了中了，比较小条了，再来再来，又是一条了，部分的片段没有剪进去，不然片子太长。现在换用虾子来钓了，效果当然比大肚鱼好。哦哦，这个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不一样哎、欸！哇哇，不是珍珠石斑，也不是红魔鬼，换位置钓钓了。自己开路，这边比较空旷啊，试试看，用白虫钓钓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红魔鬼地，这里面很集中，再换个位置吧。你车塘好过刚好。我好。哦。我吃阿扁，我真爱。哦，珍珠石斑呐、啊。你不要钓到这，好未？钓钓，较差靠这边的。哦，这尾大尾哦。哦，还好啦。啊，无讲真大，三四尺吧。啊。三四尺啊。吓啊。搁较深一个啊。
哦，珍珠石斑呐、啊。来挂这边钓啊！你看，鱼往这边。鱼有得加嘞，有啊，哦。嗯，这虾要钓两尾，虾啊，好、哦、大尾，哇，哦，因为咬矿不是很连续。哦，又来了，红魔鬼了。再钓一回了。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是红魔鬼，不过体型也不是很大。收拾收拾啦。今天的钓况还好，没有上次的大咬，下次再来听听看啦。好，下回再见啦。健康的，我咧还是个还是少咧。嗯，冇紧，对，卖放啊济，我偷济。要恁咬迄个。